在睏呢。哎、欸，姨父啊，哎、欸，我唔是在睏啊，我咧陶醉，我今仔下仔啊去的所在啦。下仔啊，你今日无什么来宾来啊？无啊，无啊，我去拜访人啊，我去华陶窑。华陶窑，哎、欸，我的朋友陈文辉开的华陶窑，足水的哦。好、哦，嗯，嘿，从啥？嘿，什么所在？一个有花、有桃、有窑、有景，甲有人的所在。嗯，有花、有桃、有窑、有人的所在。嗯嗯，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嗯，来看嘛就知啊。好啊。哎哦，有内外之分就对了。不是代表隐私权哈、哦。以前咱要去人家去倒哇，人无人伫咧时阵，你也共开门啊。有人伫咧无，我通入去无？有人我通倒安尼。啊，无啦，像你倒安尼个开门前啊，安尼个第一代表隐私权。啊，第二代表啥？代表内外之分、内外之分。哦，踏出户庭外咧，啊去遵守国法，啊甲社会规矩。啊，踏入户庭内咧，要按照自己的家规行事。迄内外之分，这真清楚哦。第三，伊代表啥？你知道？代表某种社会地位，哦，就是讲以前个善巧人的后生哦，啊去介意到这个，迄、那个哇，是嘞是嘞，好家人的后生，啊去介意到这个善巧人的查某囝，啊想要做这个亲戚嘞，啊善巧人想讲哇，恁家只好家，我敢那聘金嫁妆嘛无在来嫁嘞，啊说无爱，啊无爱哦，伊个不愿意当面拒绝，我登一个官，啊卖啦，恁家火顶伤悬哦，那阮下袂过啦，哦，啊就表示拒绝啊，啊就表示拒绝，哎喏哎喏，第四哦第四，伊代表啥啦？代表迄条是每一个家庭的家规，啊规矩啦。啊，所以做囡仔哦，那做囡仔的时阵啊，那是伫户庭内哦，户庭啊打来打去，大人就骂啊。户庭唔好学袂打，代表规矩嘛。我虽然在后面，错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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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好啦，不啦，对大家啊，就是不要提。好啦，好啦，这样这样这样。累死了，哇，你啊，蓝人啦，你啥物茶？蓝人茶啦。哦，咱在那边端。无啦，迄艰难的蓝人啊，迄个国宝树的地瓜饼啦。哦，我你遮足清幽呢。是啊。你看伊炒到要死，还炒炒脑，逐工还烧拍，搁兼炒脑。我只大地嘛在向嘛在炒。哦。啊，不过这无。对啊，你我看你这建筑哦，啊红砖啦吼，啊黑瓦啦，啊搁这木板屋安尼哦，这到底这是有啥物建筑的特色，有啥物外来的意义无啊？无啦，迄咱伫台湾砖卡厝吼，定咧看吼，红砖啊壁啊啊厝顶咧乌遐嘛吼，啊较详细问啦，唔是即个房啊厝，详细用串的这啦。其实即内底三种文化，贴砖啊方法吼，是来自荷兰的荷兰器。哦，荷兰人就是啊。荷兰人砌砖啊方法啦。啊，你台湾哪会无爱引进美国式的、英国式的、引进荷兰式的？因为咱台湾捌受过荷兰人统治过38年嘛。所以留落来物件。那么厝顶这个乌遐这个啊，这就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留落来，这正日本遐，所以当初引进来的时阵啊，叫做文明遐、文化遐两种声，两种发音嘛。哎，柴门用串这啊，这个汉民族老祖先的物件，汉民族的物件。
所以都三种外来政权的对吧？对对对，所以你台湾哦，你其实甲认真甲想起来，伊是一个迄个大熔炉啦，文化大熔炉的社会嘛。所以不管你啥物外来文化，拢甲你融在一起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但是我咧看你，哎、欸，这张吼、哦，这张榕树够壮观。这青树啊，系啊，这已经要八十年啊。一棵啊，路边一棵榕树下。啊，这个榕树下，你看，你原来来先伫遮是吧？对啊，我来先伫遮。哦，啊！这榕树是安尼，你甲它保留落来。无榕树吼，因为伊伫台湾吼，伊有两种真重要的地位嘛。第一种伊伫科学内底吼，一个是大自然的晴雨季啦，晴天的晴哦，啊下雨的雨。晴雨季就是气象报告。对。哦，真简单啦，咱即马若伫路咧行入去学校哦，啊你看咧榕树伊个须根哦，有迄个须根哦，上下面一寸的所在吼，忽然间啊变成白色的。啊，就是大气层充满水汽，天气快要下雨。哦，就像安尼这样看出来。哎、欸，啊无有诶讲透心房奇怪，热天人哪有咧透心房无啦？哦，我即种就是讲伊伫台湾哦，叫做土地公丘嘛。嘿，土地公丘。那么是安怎会叫做土地公丘？你知道？就是讲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。嗯。啊，咱的祖先来移民的时阵吼，咧开垦的过程中咧，伊爱食点心啊，爱困中昼啊。啊，所以要找一张树来休困啊嘞。哦，像咱两个咧伫遮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树啊，搞就对啦。啊，所以第二年有所收成的时阵哦，伊感谢天，感谢地，嘛感谢这张树啊。啊，所以当我提一个大粒石头哦，伫树头咧，甲拆咧，当甲拆咧，树王公就安尼摆来。啊，土地公就是就讲意思，土地公就是安尼来。哦。啊，所以这张出名牌未？哎，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啊，所以要透过拜土地公哦，啊嘛，佫一种文化，你知无？哦，安怎无啊？啊，这该注意咯。因为哦，你咧。咱的祖先来开垦哦，啊，对前途虽然充满期待啦，不过日常的生活伊足无安全感的嘛。啊，再讲你知道，只要步入去哦，爱四个月才会收成。嗯。啊，你万一明仔载水灾来、地动、风台来，伊收成爱泡汤嘛。我说伊哦无安全感，啊无安全感嘛，伊只有啥，寄托于茫茫中的大自然、茫茫中的神明嘛，所以拢爱拜，爱拜托地公。哦。啊，你拜托地公的时阵哦，爱练一个咒语。嘿。哦。啊，这个咒语哦，盖传神。嘿。土地公来保庇阮稻头大无稻尾拖土修成好，阮才做麻糍甲你顾。哦，稻尾就甲拖土。无啦，伊稻啊，今开始种哦，三棵秧苗嘛。哦。爱大无啊。大无就是拖土嘛。大丛嘛，啊稻穗八季嘛，八季唔才沉了，唔才拖土。嗯嗯。哦，安尼就是丰收啦。啊，阮才做麻糍甲你顾，迄甲你做麻糍，互你食还是烧烟啊，互你食拢共意思啦。啊，这么企业会，哎，就企业会咯，会咯，对啊。所以哦，透过咱的神明，透过这个拜神明的企业会咯，可以通神，可以通鬼，可以通人。嗯嗯。啊，所以通人什么意思？买票啊！哦，买票啦。所以恁这庙里买票，阮也足严重的哦，今条要甲你控制啊。再过一张，这个啥？这是啥？封箱。哦，这张是这张，那原来的离家了，对吧？伊这本来就有啦，本来我咧开垦这个地的时阵吼，伊本来就有啊，啊，唔过是当细细张啊。嗯。哦，算啦，无存这么这大张啦。哦。哎，当时我的师傅要甲锯掉嘛。嘿。我讲袂使安尼的啦，你人伊比我较早来嘛。嗯。哦，咱袂使讲去遮赶庙公，佫无大劲啊，佫叫庙公去兄弟咧。哦。哇，这无天良，无天良。啊，所以即马给伊一间房间就对啦。我来甲留咧。啊，即嘛以欣欣向荣来回报就对啦，迄个人咧讲天人合一就对啦。哎，我看到遐有啥，迄一个鼓啊，一个钟啊。呀啊，一个鼓一个钟啦。哦，你谈到咧弄的是弄这两个是？对啊。哦，你欢迎外星。嘿啊。即啥？一般人咧讲啥物暮鼓晨钟啦，唔是啦，迄就是台湾人欢迎人客上大礼。哦，台湾人欢迎人客上大礼。叫做敲钟擂鼓，安尼哦，哎呀，哇，你就是几多欢迎我，谢谢。你这土吼，哎，听讲拢是恁这苗栗的土，对啊。啊，连恁烧的迄个休息木，迄有哪个东西？迄种目标嚟个啊。啊，你想哪？做地取材？无啦，伊迄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你即马敢无感觉，讲
迄、那个伫日本哦，因拢用地名做单位，啊，用中国的五大名窑嘛是用地名做单位。咱伫咱台湾来讲，什么英歌围、北岛围、水里围嘛，拢用地名做单位。哦。啊，其实每一个地名拢有几啊十斤、几啊百斤的工人在生产嘛。对。啊，像咱以地名做单位，就是真简单，就是讲当地发现的原料土啦，用当地土、当地精力、当地的水、当地传统的技术。啊，甲当地个出产的即条做茶，啊，你去烧出来，经过几落百年的演变，变作当地的食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吼、欸。啊，你就是欢迎你回到遐。啊，因为我是遐个官啦，我是代表的庙里，这是咱庙里南镇的土嘛。哦，啊，用庙里的这个人力、庙里的水，啊，甲庙里出产的熟食物，啊，去甲伊烧出来，就是当地的食。哦，你若是水里来讲，伊就要用山啊，山啊就去烧啊。哦，迄无同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你表现你一种对本土的这个。当然咯、啊，当然咯、啊，你对本土文化先给保存，啊，佮保存了有尊严、嗯。你佮出发的时阵哦，你就我都接受别人啊。对。嘿，从咱文化你就我都接受啊。哦，啊，今仔我要来，我也要来食一身啊。嘿，你了啊。不一样。嘿，唔是不一样，是阿不一样。你做好，你做好了。一个人安尼，小后宫的安尼，规个人做规个山，伫遐经营规个山汕头。嘿，啊，你现在做这花刀窑啦？我甲一个人拢敢问你这个问题啊。本来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我是遮的人啦、啊。我本来是住伫这个家嘛。嗯。哎、啊，我有一间老厝吼。对。啊，选举的时阵吼，啊，就共开到迄间厝，煞个袂掉哩。嘿。无够钱嘛。哦。啊，但是我阿嬷吼，今年拄啊100岁。爱、啊、当时都伊都八十几岁啊嘛，还、交代讲你啊，公孙的你个选举选啊，无钱也袂留厝，这个心情伊会当体会吼。不过吼，新民公妈莫甲请离开万里安尼啦。我唔知讲安尼袂使咧，我新民公妈袂使请离开啊。啊，我唔知从万里迄个地吼，较市民地较贵嘛，较卖掉啊来这个山坡遮吼买这个地安尼。啊，这中间拄啊，阮太太是一个插花老师啊。哦。嘿，阮太太有咧插花。啊，咱台湾插花拢嘛日本的什么流派吼，遐来的嘛。阮太太是讲啊，插花内底并无家己本土的这个花器，有啊花器嘛。啊，毋则决定讲无咱来做一个花药，来生产花器，也着安尼来啊。啊，总比在这山顶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遮已经10多年啊。没有，我知影你迄阵捌为着这个新德市长啊，迄个徐信忠因某啊，红纱伊关起来哦，做这政治家。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啊，迄阵是你是啥唔甘愿？是甘愿一家靠，唔卖互一路靠就对啦。我都拄着啊，无你安那？啊，是一年九个月咧。嗯，啊，哦，一年九个月。系啊系啊。啊，你阵是搁咧参选，趁这时阵参选管理员。啊，我都要收啊！伊早起拄啊会当登记，我去登记啊，啊，伊也帮我去转去红收啊。嘿。啊，规日拢无出来啊，所以我变作讲有候选人的资格啊。嘿。啊，所以我伫管理员的身份是伫甲中当选的啊。哦，安尼啊。系啊系啊。啊，大概就是选民时阵刚刚讲。刚刚做不满的对啦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啊台湾人过来就是伫遮啊，干这人我咧求啊呢，投票好伊个，啊就是、我搁订卡了哦，我知影你阵是手搞卡了，拢唔做，卡了订的，哎、啊，你迄阵要啊，你换来这边咯，要换裤啥边咯，这边来讲，哎、啊，我得甲你同款的穿牛仔裤啊，还是寒天人啊，我那卡了订，卡了订唔是用设计师的呢。也是迄个一个圆铁囝仔吼，放落去啊，用工字底块下骹吼，啊，将雷电安尼焊落去的嘛。嘿，嘿。嘿啊，啊无法度打开，你若要拍开，爱用迄个擦啊呢，拍则开会开啊。嗯。哦，啊，结果伊甲我订了，我一个人关一间，也无教我安怎脱裤的。平常时啊，一定爱甲你扣掉，你换只裤啊袂使。啊，我哪会知？
啊，你若要根据法律做着袂通的物件，我毋是判死刑犯，也毋是重刑犯，也毋是内底啥物不恶不圈不听教诲啊。嗯，啊，你政治犯的不听教诲。不过我真是讲，迄个你过来，你要参选立委嘛？对啊，啊两道拢落选啦。对啊，啊即马当选啦，哦，是啊，是啊，容易啊。谢谢哦。啊，所以你这个参选立委，甲你这个经营这个金阁花涛窑，到底有啥物关联无？嗯，介侪人敢问这个问题啦。嗯，介侪人是咧讲，啊你住伫这个所在啊，大自然的环境遮水啊，你哪无代无志去共插种地要创啥？其实吼，讲起来拢是真啦，真真啦。就是哲学是真的，对。哎呀，真呀嘛！所以你讲我经营花道窑，你看咱足自然的吼，来阮遮佚佗也无看到阮咧贩卖机拢无拢，尤其是真。无人买卖烟钱呐。啊，无拢无，尤其是真嘛。啊，所以我对迄、那个我家己小弟的真，去甲确定到对顶整个社会的这个大真就对啦。嗯。啊，所以你伫遮经营花道窑，甲你高位问就是两个真，啊，本来是两个我嘛。唔过你两个真哦，咱咧迄个翕相咧吼，迄个焦距哇，你慢慢甲调到尾下个时哦，是重叠起来，就是同款一个人。啊、哦，结论就是真尔。是，系啊，真好的比如，哎、欸，我你头摆你讲这环境好是真正真好，我看你这是啥？哦，铁点山。哦，铁点山嘛。铁、欸、砧山嘿，铁点，你看一条五星铁点无？系哦，系哦，系哦。哎、欸，就是迄个做，移民吼、哦、出海个时，哎啊，伊当时无落井个时阵啊，这真重要的指标。没有，对啊，啊，佫有一个山，火焰山嘛是伫。哦，即阮遮就是火焰山。哦哦，这就是火焰山是，你若伫迄边看，就阮遮就是火焰山，伫遮看就是铁砧山。啊，即大安溪哩对，大安溪。啊，你铁砧山落就是大安溪啊。哦，铁砧山落就是大遐就是。诶，大安溪，啊，你吼、哦，诶，有啊，我甲你讲，大安溪是伫台湾吼、哦、五大河流内底相当重要嘅一条溪呢。安尼，安怎讲？伊就是台湾气候的分界线，啊嘛是地形的分界点。嗯嗯。东北季风哦，南北季风吹到大安溪结束，大安溪以南就是西南风嘛，所以咱即马咧享受的这就是西南风啊。嗯、哦，啊嘛是地形的分界点。嗯、大安溪以北丘陵、山地潮湿多雨，大安溪以南平原干旱嘛。啊，所以咱定来伫台北落雨，来到三义落雨，一两个火焰山吼、哦，大安溪开始好天。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真重要个一个地形，一条溪流就对了。嗯嗯。好，来吧，咱。看这风景袂歹，知啦，纳凉者，这是真好纳凉，嗯，这困顿也袂歹，你可啉一嘴啊啤酒啊，搁再做。来我看你这嘛真侪原生植物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啊原生植物就是讲一般就是讲，迄个叫做，咱也袂生出来之前，咱台湾这个土地本来就有的植物啊，我应该叫做原生植物啦。嗯嗯嗯。啊，但是有一挂外来。引进去吧，不过伊会适应台湾这个土地，唔免人去加迄条做特别培养，家己买当落地生根开花结果。迄款我嘛甲承认啦，就是外来移民进来，我嘛甲承认。哦，已经承认本土啊。嘿，我叫做本土植物啦。嗯嗯。啊，伊的原生植物内底介侪是甲民俗有关系嘛。嗯。阮叫做民俗植物啦。嗯。比如讲以前咧、那個、去地摊买猪肉，啊无雪茄落来的时候，你要用啥？要用迄个古柏鱼包啊，古柏乌啊。对。哦，用叶头去包啊。啊、你去银行领钱，有一个纸钞袋啊，啊，就是故事去做的啊。哦。啊，以前无肥皂，你要哪洗头毛？啊，用麻皮籽啊。哦，咱包讲麻皮籽，阮则讲泥木籽啦，无患子的籽去洗头壳啊。嗯。啊，要擦指甲，啊，无化妆品，啊，用指甲灰啊，啊，叫做散木花啊。哦。啊，所以顶顶甲咱的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植物呢？迄就是整理好好先，就变成一套教育个啦。啊，对。系啦。但是我听你咧讲这个槟榔树啊，跟这個野姜花、啊。你定咧摕这两行来比如咱台湾两个这。槟榔树啦，野姜花啦。嘿。哦，啊，跟这个做九重阁啦。嗯。这三行就代表吼、喔、台湾人的迄个个性啦。嗯。啊，其实偏偏因三种哦、喔，佫拢是外来哦、喔，佮咱可能拢移民过来呢。嘿。哦啊，我是讲槟榔树啊，伊代表台湾人的戆直啦。哦，槟榔树啊，你家注意哦、喔。一个性耿直，风吹不倒，终年常绿，开花又香，果实累累，耐嚼耐吃。哎，代表台湾人的戆直嘛，就像咱两安尼啦。啊、你野姜花吼、喔，野姜花、野花啦，介芳，开白花介芳，因为伊当生长伫这个山之涧、水之湄吼、喔，田头角的所在。啊，早期春三四月春耕的时阵哦、喔，农家就该撤掉。嗯。啊，因伊是多年生姜科植物嘛，伊、嗯、啊你撤掉无要紧，不过季节若到，到五六月同款生长，六七月啊同款佫开花，开出来花同款佫啊白，同款佫啊香，一煮都无怨叹。
嘿，迄种台湾人的人命性格，哦，掀开报纸讲什么一个垃圾桶什么要28000，哦，气到要死，这个选举绝对要投某一栋某一栋安尼。不过明仔载要投票啊，因暗人摕一个电锅去，送送一个500，就去投，叫人命性格。买票去，对。啊，你讲到买票啊，我想到哈，就是讲这个，咱知影就是讲伫这个过去啊，这个苗栗这个所在啊，嘿，啊，以前吼，这个听讲是买票行情上低啦。馆长、立法委员、甲审议员三个吼、喔，加起来共同买吼、喔，三票100块。但是即个即馆长咧选举时阵哦、喔欸，哇，即些真侪讲听讲一定是全台湾上悬的行情，无唔对啊，1500块。诶、欸，对啊，无唔对，事实就是安尼，1500块啊。真诶啊。事实就是。咱即摆就是恁遮讲派系伤过紧绷嘛，恁遮有啥物老派啦、黄派啊，老派内底佫有大流派、小流派、两派四系，啊，再佫加一个阮即馆长合系安尼。啊！你以前是安怎打破这個派系来动算这立法委员？无，啊，即摆你着就是因为长期伫这个所在吼，啊，咱卖讲经营较歹听，就是拢咧参务嘛。啊，咱感觉讲参务的过程中内底，感觉看到真侪咱的乡亲哦，啊，被公权力所压迫嘛，啊，哀哀无告吼，啊，咱挺身而出去替因解决真侪代志嘛。啊，所以这中间。佫也选久吼，我选相当侪遍嘛吼，啊说啊，介侪乡亲嘛，感觉讲哎呦，这个某人安尼真坚持啊，无强吼，个这个选举的工作安尼啊，不忍心嘛投咱一票啦，吼啊，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这次伫个乡亲大家足鼓励啊，足栽培啊，足动情的哈，情形啊，咱来当选，啊所以迄个对整个表的关的政坛来讲哦，就是地方派系被打破掉。哎，啊，以后就变成政党相争的局面了。但是对我个人来讲，目前我的官国代也好，立委也好，县议员也好，干阿只官都剩我一些。啊，所以那个压力也很重。啊，责任感也很重。是，嘿。不过我老实讲，我今日来到你这個黄桃窑哈，黄桃窑咱知影就是花嘛，哈，花就是花嘛。对。桃就是桃嘛。对。哈，灰呀嘛。对。窑就是你的这个窑嘛。对。这个就是金嘛，哈，大自然的景观，嘿，就是你的景观，上吊是你啦，你窑主上。我是拍摄讲，一般是讲花桃窑景人呐、啊。哦，阿叔叫你拍摄什么？但是我看到你他们都啊，这底下有些真大的大股哈，迄大股就是你选举前正股对吧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有大个矿井嘛是人起来遮。是啊，我都拢载出去。迄、那个大股哦，就是较早咱这个庄卡吼，拢有迄个主题班嘛，有啊，迄个拍拳头吼练身体嘛，啊！但是政府到尾也共禁止嘛，哦，啊禁止伊迄大股就变作拢无用啊咧，啊放伊边啊嘛，算计控制用咧，对啊，啊我到尾也去甲伊收藏起安尼，迄时啊全台湾都啊，我甲伊收藏的时阵，甲伊讲是讲台湾第二大料的啦，第二大料的，第二大料，啊第二大料伫对我唔知啦，啊但是我去看我行入来先，我看到你咧头前两个即个啊对联吼，叫艺术啊，这是啥？什么和野刊斩马谈方略啦。吼、哦，夜勘啊，这战马谈方略啦，就是运筹帷幄啦，就是将军徛伫马顶哦，在我咧指挥，看要哪作战安尼啦吼。也合适捏头看野花啦，合适来猎飞啊吼，来看野花啦。我即句话讲，我去到国会咧论政的时阵吼，我就是啊战马谈方略啊，哦为咱的为咱的乡亲，为咱的百姓来论政。但是倒转来到阮飞啊游的时阵吼，我就是伫遐捏头看野花啦。啊，人生就是安尼嘛。所以我最近听到一首歌叫做《戏边卡》，是吧？哦，哎，这首歌内底有一个歌词我不哩爱哈、嗯，就是讲迄、那个歌戏本来有剧本，现实人生无戏文呐。哦，你要演戏本来有剧本嘛，但是现实的咱的生活内底没哪有戏文，哦，唔知明仔载变成安怎、嗯啊。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讲，工作一天啊，就算一天啊，足认真去工作。嗯，啊，感觉今仔日有工做着代志，啊，感觉对安心就好啊。啊，至于讲要选连任无啥，我感觉迄拢是基础啊啦。你任期工作好，我是感觉上要紧。啊，所以阮庙的关系，阮有介济所在吼，我感觉讲需要我去做的。哦，比一个例，就是讲伫个阮这个庙里甲苗栗跟三义交流道这个地方呢，有四个乡镇都是客家乡镇，哦，公馆、大福、铜锣、三义。那么这个四个乡镇呢，我们希望它变成这个台湾这个社区总体营造的一个蓝本。嗯，因为这个地方很美嘛，哦，就是说，意思是讲，像咧经营你花桃窑安尼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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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啊，变作是一个真好的这个。是啊，
花园哦，大概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哦，你从苗栗的交流道下来，可以到公馆这个吃客家小吃啊，啊赏陶瓷啊，啊到这个大武采草莓啊，来到梨潭水库可以看水库的风光，然后到三立的木雕这个博物馆嘛。啊，哦，这里就是也，而且学霸国家公园又设在我们苗栗的大湖嘛，所以我强烈的要求说，学霸国家公园的建筑一定要展现四大族群的语言的建筑特色。哦，是，哎啊，来展示咱苗栗是一个族群融合的地方嘛。哦，那么对于我居住的这个海线地区呢，交通问题哈，公路桥哈，对迄个台北开路啊，无都伫套台中，嗯，迄足见效啊，哦，啊，挨着火车帮哦，紫光号。甲咱停到台中关的台架，刘双湾院长月出生地以外，过来都无停啊！一条公路，咱洪平老引导电话条咧，爱甲你出钱去看看意思啊！对啊，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啦，哈、我知影你这个艺术的天分啊，恁囝哈，嘛真有艺术天分。我会记你讲，伊捌一双鞋先唱一条歌，做阿爸的饭包。吼吼吼！哦，啊，足感动安尼。以前拄啊，以前还搁咧读国中，啊，即嘛是已经读大学，即嘛读研究所啊嘛。迄阵啊，一个国中生啊，啊，过迄阵选举，寒天拢天气足冷的嘛，啊，过我搁伫内寒寒落内底啊，啊，当时搁候选人无在场，搁袂使演讲，啊，竞选搁要插麦克风啊，啊，我个囝起来唱一首阿爸的饭包，哦，安尼乡亲大家哭安尼下笑安尼。啊、所以基本上那首，我会记得那首歌的歌词是这个诗人向阳写的。诶，向阳诶，是啊。所以在那个时阵，恁囝对你这个安尼老爸安尼向掠一看哦，安尼啊，这段是感情啦，恁两个安怎，边仔囝感情安怎？唔啊，以前啊读这囡仔啦，但是啊，佮细汉嘛，但即马大汉，我感觉讲对我的囡仔吼，伊会当伫我迄个政治的生涯内底去体会吼，我感觉伊的心理拢足健康的。嗯。啊，说比普通较侪岁囡仔吼。同年代的囡仔啦，伊靠一挂前瞻性，前瞻性，所以我即届当选立委了后，第二暗，阮两个爸仔囝一人啉一公里，伊咧甲我庆祝嘛。我讲吼，老爸当互你囝的吼，干那要甲你讲两句话尔。第一句就是讲，我带这个表也是900块买，希望三年后搁倒转来到厝的时阵嘛是900块，袂当甲变做200000的啦。嗯，袂当蛮天心的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第二样就是讲，我送伊两块变的，对啦。一块就是阮老爸饲我的时阵哦，伊的事业做甲真好的时阵，啊人送阮入厝啦，送阮的一块匾。啊，到尾啊，我的时阵人事业做了无好，啊厝房卖去哦，但是迄个匾我甲留落来。啊，我送这块就是要甲阮囝讲哦，迄个人阮老爸安怎饲我，我安怎饲你。啊，一块就是立法委员当选证书啦。我甲阮囝讲，我要让伊知影讲一个讲破败的家庭哦。啊，咱是安怎爬起来，安尼跋倒，每一每刷啊，迄、那个防拍倒啊，目屎擦擦的吼，嘛是要搁一个拼，一个拼，变到今仔日已经进入国务会最高殿堂，当中华民国一的立委啊，吼啊，这点这个过程，就是互来互我下一代去学嘛，是，啊嘛，毋盲讲，互咱的在台湾的少年会当去学嘛，因这个心路历程吼，属实真辛酸、真坎坷，但是我们把它走过来了，是安尼。好，行，阿哥来谢谢，好，哈。天也未光，阮阿爸就